我说请你吃饭了，哎呀，我不让你请我吃饭了，等我下次来你请我吃饭，好不好？可以。有个粉丝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说想认识我啊，想请咱吃饭啊，但是他有身体的特殊原因啊，就不方便过来啊，说他还有一个患病多少年的老娘，母子相依为命很多年了啊，咱去看看他得了。可以吧，走吧，走。他给咱发来位置都这个地方，我给他有个电话号码，我打一下。啊，还有王家嘞，你一家是吧？啊，俺一家嘞，还有王文艳。喂。你是王文艳吗？我是这会儿小二哥。我们到你给我发这个位置了。我们在这等你。好嘞。好腿疼腰疼嘛，这小孩儿我用通过视频看他可孝顺。我给你吧。别啊，是嘞，后面你吃辣的呀？我们开水一冲都管吃，吃饭也没那个材料。这里头你看，它都是成盒的，这里边都是一盒一盒的。这都成盒了，这一打开一撕开，然后一冲都可以了，一冲都可以了啊！这自己也能。他做点小买卖，小猪吃花，这卖木盒产品。这都是。中啥呢？黄瓜、豆角啥的。豆角。这我看这是蚊香是吧？卖的。那我。拿点，你拿了，爹，你把他整。别整，你动。你别整了。好，我给你转1000块钱，给老娘回来能买点东西啊。没事。我说请你吃饭了。哎呀，我不让你请我吃饭了。等我下次来，你请我吃饭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那能让俺不打扰他们了，因为这老伙还休息，好吧？好，再见。